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先来表演魔术。现在我们来准备道具。首先呢，是一个盒子，这是纸，是我们盒子。这样两个橡皮筋，这像一个球球。现在我们来开始变魔术，请您先请我们魔术师开始准备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橡皮筋放在那个盒子上面，再绑起来。好，现在换下一条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球应该是没问题，应该是没问题。还有一个是橡皮筋，好，现在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动作，让我们的球渗到我们的盒子里面。一，然后这个失败，一二三。那再画来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，我来看一下橡皮筋应该是没问题。好，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橡皮筋应该是没问题。然后再看我们的球，还有盒子。好，现在谢谢大家收看。